下，无数的心跳等你出场，放开了胆量，放纵了想象，这一刻让我尽情张扬。收看由无汉料焊接技术专利品牌孟君园独家冠名的黄金一百秒，谢谢各位。孟君园黄金，精纯情更浓，这是一个展现自我的时代，这是一个证明自己的舞台。黄金一百秒，因为你的价值而存在。一百秒钟的时间，也许只能等一班列车，只能热一杯咖啡，但是一百秒钟的时间，足以证明你是最优秀的。又是一个周末的夜晚，又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夜晚。今天晚上又将会有九组选手来挑战我们的黄金舞台，我们祝他们成功。来吧，今晚的第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严文强。尊敬的各位团友大家好，今天我带着我们大家参观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三套黄金一百秒的演播室。我们大家请看，这座演播室呢一共分为我们的主舞台、副舞台、演员席及其观众席。那么今天在这里呢，我要为我们大家呢隆重的介绍我们黄金一百秒的两位主持人，特意为大家准备了栩栩如生的两位主持人的蜡像。大家请看这位蜡像，这位就是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央视著名主持人李佳明，这位就是我们央视的著名主持人杨帆。你看他们呢栩栩如生，面容可掬，好像马上就要为大家主持我们的黄金一百秒。哎呦，活了，可以啊，好一个反客为主的选手啊。那我就查他的证儿啊。嗯，嚯，导游证，而且是高级哦。好，这个导游分几级吗？目前呢我们全国呢有85万导游，要说到我们这个高级导游呢，在85万当中呢全国只有3000人。我也听说了我们全国呢有20万主持人，但是能够进央视当主持人的只有200名。其实呢他所占的比例跟我在导游界所占的比例呢，我们三个差不多。有备而来啊。对，哎，我刚才没注意听，您是不是没有自我介绍一下呀？光顾的高兴了，我来自河北承德导游服务培训中心高级导游严文强，谢谢你们，欢迎。那既然你是高级导游，今天咱们就给您考核一下，这样我们通过音乐，放什么样的音乐，你想象一下我们应该是到什么样的场景，给大家顺便介绍一下，你看怎么样？那我就只能试试了。来，我们听第一段音乐。这很有创意啊，不同的音乐不同的解说词啊。尊敬的各位团友大家好，今天我带着我们大家去参观明清两代的皇宫北京故宫，又称紫禁城。它建于明代的1406年，一直到1420年，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一共有单体建筑9900多间，也是我国面积最大、古建筑群保存最为完好的一组国家首批5A级景区。众卿平身。导游，怎么白天也见鬼啊？哎呀，太帅了啊！这是何人？这位呢，身着我们清代故宫的武士服。那么说到武士呢，不得不为大家介绍。我是武士啊，我以为是皇上呢。北京故宫闹场了，一位呢武士出身的。他当年呢以四品带刀侍卫一跃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那就是乾隆年间的何中堂，大名鼎鼎的和珅。拖出去斩了。他的这个解说词说着说着可以把历史人物给说出来是吗？就是这么厉害，怪不得是高级。你给我们说一段三打白骨精。三打白
受惊。那这样，换一段音乐，再考核他一下。就这个。好了，尊敬的朋友们，我不听你说了。一听到这种曲子呢，我想我们大家马上就会想到84年版的中央电视台的《西游记》。这部《西游记》呢，当时呢在全国各地取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参观的，就是位于贵州的高老庄的外景拍摄地。也许呢，我们在这里呢能看到猪八戒以及高小姐呢在这儿演绎他们一段可歌可泣的千古爱情。您瞧，猪八戒来了。这是我喜欢的类型。你拉倒吧，你少来。哎，就这身材像猪八戒吗？我这脸应该扣你脸上吧。再动几下，再动。换段音乐。哎呦，好了，各位团友。接下来呢，我带我们大家去参观的是佳明老师的后花园。佳明下班以后呢，有那么半亩地。佳明老师呢，在这半亩地里呢，种有玉米、倭瓜、豌豆啊，还垒了一个坚果墙。其实大家不知道啊，杨帆老师呢就住在我们佳明老师的对门。他趁佳明老师不注意呢，经常呢是翻墙而过啊，来偷呢我们佳明老师的啊这些植物。那么在这儿呢，我可得嘱咐我们佳明老师了，您辛辛苦苦种了这么多的好东西，千万不要让杨帆老师都偷走。嘘，他来了。我还有一句重要的台词。最后被不断被打中啊，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其实我们现场这个考核啊，就想其实弄几个你平时在工作当中根本介绍不到的景点。大哥，你确定不换一身回来再聊，还是就这样了？你要成为高级导游，第一条是你的职业道德。其实九月份已经出了这样的一条新闻了，说将来大家旅游，手机 APP 自己来选导游。然后你可以点赞，你可以送花，就是把最后的这个导游的整个表现和评价全部100%交给游客，而且是点对点的。对，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措施会对于你们这个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大家呢应该跟导游呢更贴近，也衷心的希望呢我们每一个导游朋友要对得起自己的责任，对得起传播文化、导游灵魂的这个称呼，做民间大使，做好我们城市的旅游新形象。即将登上舞台了，这个时候我也想对我们的选手说，马上对 ，Brand， 回不来了，吓坏了我。准备好了吗，文强？准备好了。来，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加油！文强，请准备，黄金100秒计时开始。北京的桥千姿百态，北京的桥花瑰丽多彩，君岛玉东望北海，世纪拱桥连玉带，高粱桥路旁那个马呀马水卖，金水桥皇上马呀金牌，罗高桥的狮子是真奇呀怪，你就数呀数呀数呀，怎么就数不过来？哎呦！这座座金桥啊，都
海，向未来都连着四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古一。哇哦！哇哦！哇哦！哎，今天的选手都是自来熟啊，直接登上了黄金舞台。对，我们的舞台越来越熟悉了。来了一个 T 台秀。哎，空少来走一下，音乐继续。然后植物大战僵尸版，欢迎你，来，请自我介绍一下，古一。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古一，来自多彩贵州，现在是一名空乘的学生。学这个空乘专业，有什么学习成果跟我们汇报一下吗？在空乘专业呢，大家多多少少会有了解到，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些知识呀，就比如说机上服务礼仪，然后礼仪的话就是我们的您好跟谢谢都是有一定的讲究的。您好是15度鞠躬，然后谢谢是30度鞠躬。哦，这都有讲究啊。对，这还没注意，能示范一下吗？行。您好是？您好是15度鞠躬。15度。对，谢谢是30度鞠躬。特别感谢呢，杨帆示范一下。太客气了，遇到救命恩人了啊！对对对，还有法律法规啊，然后还有就是急救，因为飞机上面会突发一些紧急情况。你今天反应怎么那么慢呢？突发一个情况，这么漂亮。首先呢，如果我们遇见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要第一先就是确认患者是否就是有意识，要拍打他的肩膀，就使劲的拍打他的肩膀。哦，你们是拍肩膀啊？对，拍肩膀。我们通常是踹脚。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解开他的衣服。解开他的衣服，好好好，然后就是确认一下他的就是颈动脉，然后他的颈动脉呢，还有就是他的心跳，然后他的胸廓，然后他的呼吸状况，抬起他的下颚，抬起下颚。第四步呢，就是我们要双手比直这样，然后就使劲，就这样使劲，使劲，对，使劲，然后。第五步呢，就是我们要就是人工呼吸，大家好，重点看第五步。捏住他的鼻子，然后抬着他的下。没有，我教你第五步啊。行。就你把他的鼻子和嘴都捂住，他受不了了，一定能行。谋杀呀。其实看到古一会成为未来的一名优秀的空乘人员，我们还挺期待的。然后另外他能参加黄金一百秒，说明他是多才多艺的，也许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会听到你的歌声，对不对？谢谢。要不然今天在这儿你就跟我们简单唱一小段。行，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我们苗族的歌曲。好，都是坐飞机的朋友啊。是我22岁生日。你知道这是谁送你的蛋糕吗？节目组。往这儿看。我推上来的。来，请转身。我们现在是通过微信的。杨帆，你好。第一次。第一次见面啊。很慈祥。叔叔您今年高寿啊？哎，人家要看女儿。来跟爸爸。谢谢爸爸。也是你到14站到100秒这个题目活动啊，我和你们你妈妈在家，祝你今生快乐，一
想自残。好，我会加油的，我不会让你跟妈妈失望的。爸爸说的特别好，我们一句都没听懂，能不能给我翻译一下？我爸爸说祝我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为什么见到爸爸然后会那么激动？因为我大学可能在外面读书，然后我的生日都是在要开学的时候，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家里人过过生日了。所以这算真正的惊喜对吧？对。跟爸爸说几句话。爸，你要好妈要注意身体，我的外面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好，你的外面也要保持。嗯，好。今天照顾好自己。好，你和妈妈要放心。好。叔叔，您的女儿马上就要登台表演了，你能不能给她加加油啊？好，五一加油，取得好成绩。谢谢爸爸。好，谢谢。您太可爱了啊！谢谢，请记住我叫杨帆，稍后请对我的服务进行评价，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加油！好，古一，请准备，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我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我就是爱唱歌，呼吸带着节拍。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想靠近我的人，你放手要对称。不要在意我是谁，不要以为我很遥远，不要怀疑我的嘴，有你无法预知的夜，我们已经来过对的时间，对的位置，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I'm feeling good， 无法喘气，我就是我。是火，爱情就是火，你的爱是火，你的爱是火，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I'm feeling good， 无法喘息，我就是火，不能对谁忠心，呜，baby， 这就是火。谢谢。送你一颗幸运星，希望你飞得更高。谢谢。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唐振华。哇哦！请您自我介绍一下。两位帅哥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有点累。我叫唐振华，来自四川乐山。您今年的年纪方便透露吗？哦，我今年60了。60岁。这哪是唐大哥，是唐大爷。唐大爷，对不对？60岁。哎，您身材这么棒。说来的话，这个有一个故事。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一次去拍一个电视剧，辅导一堆学员的选起了我，觉得我还可以的个儿。后到那个试镜的时候，就发现呢，这个人没肌肉，
那次对我的打击很大的，下来以后我就一直坚持健身，一练就不可收拾，一直坚持到现在。那是哪一年的事？您当时的年龄？83年。哇，那就30多年了。哦，30多年，真是30多年。越练就越喜欢，而且自己还总结了一套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嗯，可以。现在在生活中的话，最简单的，像我在家里就两个凳子。需要什么道具？两个凳子就可以。比如说这个凳子，练胸肌。对初学者来说，你看我这么往下蹲，拉伸到我的这个胸的外侧，看没有，全部都有了。哇哦！如果你有劲儿的话，你就悬空了。哇哦！而且达到高的境界就可以负重。哦。可以身上。身上。我年轻的时候可以负60公斤。60公斤的啊！对，那看来现在的胸都能动，对吧？可以动是吧？哇哇哇！哇！你看这个回来，这个我知道，这是练那个后，对，肱三头肌。肱三头肌，哎，练后面的那个。哎，肱三头肌。嗯。哦，你看你这么一挺起来，腹肌。哦，这是腹肌。哎。哦。练腹肌。哦，还有一个最好的动作，简单的，你看，前束往前拿。哦。当你有劲儿的时候可以摆，你看，哇，这么拉，这个这是练肩啊，这一点，啊，这个三角肌前面，哦，全部都有了。所以全靠您其实日常生活中这种有心的锻炼，而不再是说像过去在健身房里面大器械的。哦，没有，比如有的人说，但我还要做有氧训练，要做，我平时就是步行3公里。慢跑3公里，有时间的话。唐大哥说的特别好，因为很多年轻朋友花了很贵的钱，在很好的健身会所里边办了卡，找了健身教练，就希望把这个钱花出去，就以为能买到人家身上的肌肉。你在说你自己吧？但是最重要是要坚持。最后，我那健身教练天天求着我，你还来不来？对，太累了，太累了。哎，对，这个很苦，但是值得。你要这么想，朋友们。如果一个人没有健康，就什么都没了。您刚才是淡淡的描述了一笔，说我现在上瘾，所以坚持。他还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因为我在想，如果是16岁的小伙这样，人之常情。可是他是60岁，你有了健康啊，你不连累他人，你健健康康的是吗？比方说我的老伴儿，我的媳妇儿一样的，特别就我的媳妇儿又喜欢跳舞。我们俩非常的这个情绪爱好一致，所以说大家在一起的话，非常的幸福。啊，坐在台下那位是我媳妇儿。哇，而且她是您待会儿100秒的表演，你们要一起表演吗？问问她吧。来，有请，请登台。哇，来，请登台。我嫂子很年轻啊。嫂子好。您好，嫂子，你看经常健身，60岁了，看起来根本不像。嫂子，您的年龄是秘密吗？不是秘密。您的今年？我今年50岁了。哦，在50岁，你看这样的气质。您二位结婚多少年了？10多年了。10多年。嗯。唐大哥60岁了，但都还是现在最时髦的肌肉男。你不会有一点点压力吗？有呀。所以我要保持得很好啊。哦。他有魅力，我要比他更有魅力。对。这样就没有压力了。对。所以说他在健身的时候，你会陪他一起锻炼？要跑步。您要跳舞的时候，他会陪您吗？也可以。啊，唐大哥，您会跳舞吗？那就这样，今天太太也登台了，用跳一段舞的方式给你的老公加油，好不好？好的，给他加油吧。好。啊。陈如刚才介绍的，这是一对来自四川的年轻的老夫妻啊，丈夫今年60岁，妻子今年50岁。各自有自己的健身方式，你看这精气神多棒啊！丈夫是喜欢健身，所以60岁了还是肌肉男。60岁的舞蹈，16岁的肌肉。50岁的妻子的舞姿像15岁的舞姿，来，掌声鼓励一下，真棒！来，夫妻俩一起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黄金舞台，
加油。唐大哥，请准备，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沧海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灼人一滴肝胆，灼人何惧艰险，豪情不变年复一年，做人有苦有甜，散了分开两边，都为梦中的明天。看天地争争，踏遍乱离和声，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边旋转，愿夜魂间盼得盼天美满，我表里如一的人，都有魅力，他的音色真好。即使穿上了外套，你内心的那种霸气，那种感染力依然是震撼着我们。我刚才给杨帆说，我说您真的是表里如一，都散发着魅力。没错，我觉得今天唐大哥您来我们的舞台最大的意义是提醒电视机前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不要认为自己老了。我们60岁人生，实际上我们最刚退休，美好生活才刚开始，一定要哎，没错，唐大哥真的还想再活500年，相当的礼物送给您，向您致敬。哎呀呀呀，谢谢谢谢。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海宁。欢迎海宁。帅小伙啊，来往前一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铁路文工团的杂技演员，我叫海宁，谢谢大家。哇，胆儿不小啊，直接就报上自己职业演员的身份，那我们可得按最高标准要求。那没问题。但是海宁应该很年轻啊，你今年？今年22岁，跟空姐一样大。啊，你还惦记着空姐？这空姐我先认识的啊，你这拿几个西红柿上来这？你什么眼神？这是弹球啊，弹力球啊。哎，好，别看着这个简单，但是还不太好掌握。哦，有那么难吗？试试吧，试试。给您一个，我拿两个。好嘞，就是基地弹球。对，你接住同时再发出来，我先来。好，好不好？走。哎，还发脾气了。我的，您还是干主持人吧。我是不是哪个脑有点不太协调？就是大脑，主要是大脑。您自己能带来一小段表演吗？可以啊，可以，没问题。就看个正版是吧？对，简单的展示一点。哇，其实我喜欢他那个表情表演状态啊。哇哦。那个表情很想抽你。杨帆也来，杨帆不要拍手，杨帆你表情模仿一下他。我现在就差手了，咱哥俩区别不大。好，来掌声鼓励一下。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而且极具舞台表演的经验哈。所以我想问你，作为这个文工团的杂技表演的演员，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才艺啊特长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展示？啊，从小呢跟一帮相声的表演艺术家在一块儿。后来呢，也是巧合，拜了我的师父，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齐志老师。哦，啊，现在是在学习啊，学习相声啊。这就有点意思了，说段相声，好不好？我给你捧，咱俩来啊。
行，我怕你。杨帆，你学过吗？我也觉得，啊、我觉得你好像小时候。嗨，这个捧哏嘛，嗨，哦，我呀，去你的吧！这个，咱来一个反正话怎么样？哎，无所谓，无所谓，就这四句。你那不行，不行，你得配合我。好，我配合你。就这反正话就是，我说一句，您给他翻过来，好不好？那没问题，我这智商。都长在那个翻译上面了，来，掌声鼓励一下。我去你吧！所以每个行当都不一样啊。今天我给他捧一捧啊。这咱就开始了，咱鞠躬开始好不好？好嘞，哎，开始。哎，相声演员海宁，相声演员杨帆，哎，给大家问好。大家好，大家好，哎，好。这个相声演员脑子得快，没错。这回我们俩来一回反正话。我们小哥俩，哎，小哥俩来回反正话。现在咱就是闲话没有，这就开始，好不好？好，从身上找，说我的脑呆，我的呆脑，哎，有点呆头呆脑。我眼眉，我眉眼，这还主持呢，您这，我真是，我说我眼珠，我猪眼，还不如眉眼。说，我鼻梁子，我梁子鼻，梁子。倒着鼻梁，啊，鼻梁子，哎，嘴，这一个字，我去你，一个，谢谢谢谢。你的理想是什么？我的理想，就理想，我因为2011年代表中国去那个参加法国明日国际杂技艺术节，拿了一块铜牌，后来之后就没有再参赛的机会了，所以说可能是在这个杂技的职业生涯之中呢，还想去参加一次这个国际级的赛场。嗯，就是有一块更发光的奖牌，哎，你一直惦记着的。对，也是因为这个杂技职业生涯很短，啊，再努力吧。22岁，嗯，还有时间。没有拿到法国的金牌，那今天咱可以拿北京大兴的金牌。你看怎么样？黄金一百个金牌现在等着您啊！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海宁，请准备，黄金100秒计时开始。想好这项链送给谁吗？送给我的妈妈，因为这个节目是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我妈妈最喜欢看的节目，也是想让我妈妈在这一期看到自己的儿子。孝顺的孩子，加油。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董文文。欢迎，请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
中国牡丹之都山东菏泽的一名超市推销员。推销员是不是我们买的？先生，您买我们这个洗衣液，这个效果更好。哎，这也不是，我们会根据啊，就是说每位顾客的研究他的心理，然后根据他的需求，把他所喜欢的那款产品的特长啦、好处啦推荐给他们，让他们很开心的把这件产品给买走。那你之前的从事的领域是？很早的时候啊，就下岗了嘛，然后就。结婚生子，因为从小心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喜欢唱歌，有一个舞台梦，坚持了很多很多年，20多年吧。现在宝宝有多大？13岁，但是现在他没有在我身边，也是由于坚持这个梦嘛，坚持这个舞台梦，所以说孩子他爸好像不太理解，反正很多原因吧，就我们就分开了。分开之后，孩子还没有跟你一起生活。对对对，孩子跟他，因为我没有抚养的能力吧，所以说就是为了不离开这个舞台，我借钱办了一家婚庆公司。结果就是非常的失败，非常非常的失败，最后窘迫到什么地步啊？窘迫到就是说有时候连家里的电费都交不起。虽然说那时候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窘迫，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我的梦想。今天来到这里，我觉得我的坚持没有白费，我觉得我的坚持可以得到一个最好的证明。好的，我觉得坚持自己的梦想非常的重要，尽管现实的生活中对你来说会有很多的磨难跟挑战。对，我一定会坚持，我让所有的人来见证我的这份坚持，来证明我的这份梦想。谢谢。文文今天有很多心里话没有说出来，我们希望你能够用你的歌声表达出来，好吗？因为你爱唱歌。好的。准备好了吗，文文？准备好了。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董文文，请准备，黄金100秒计时开始。嗓音在超市里太可惜了，我不要放弃你歌唱的梦想。我不会放弃，我一定会坚持到底。来，加油！谢谢。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冯震撼。大家好，我叫冯震撼，今年27岁，是一名高速公路收费员。大家好，在高速路这个进收费站的时候都会见到你们的身影，可以让严峰哥看一下我收费时的风采。好啊，有机会了。你好，请您出示通行卡，请稍等。
请您缴费十元，收您十元，钱正好，谢谢，请稍等。请您收好票卡，祝您一路平安。这是标准的动作。没有，这是机器人版的冯震撼。你生活中也这么严肃吗？我生活中是非常快乐、自信、阳光的一个人，可以说是同事们心中的开心果，经常展示一些小才艺，逗大家开心。这就对，对啊。你今天不来收费吗？对不对？你最大的爱好是什么？生活中？是模仿。哦。嗯。我给大家模仿一下好吗？好。哎呀，哎呀，大伙儿都来了。哎呀，大家好啊，我是西二山村副主任刘能啊。哎呀。你看那个大姐啊，穿的好，戴的好，咋看咋像。谢大姐，大姐吧，给我来一瓶酱油，完了把账记在杨帆身上。这是刘能。上回书说到，杨帆大战嘉明，大战300回合，至今未定胜负，仍在黄金100秒的舞台上继续战斗。这个除了模仿声音唱能模仿吗？我想换一下，换一个女生。杨帆哥，要，男的都不爱模仿了。那就来个女的吧，来个田震啊。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华仔来了啊！谁在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我的明天去何处？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我的爱早已没有回头路。陈海，在单位女人缘怎么样？我的女朋友和我在一个工作单位，根本就没有人敢喜欢我。今天我就是想赢得一枚项链，给我的爱人戴上。都爱人了。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今年的。为什么我喜欢你那种很认真的说的词不达意的那些话，特别好。你已经婚了？我今年6月1号领证了。我的女朋友对我特别好。重新表达，6月1号领证了，都还是你女朋友对你特，你跟别人领了。继续。今年的6月1号，我的太太和我领证了。我的。没事，然后领了证之后，他没给你领证，他你就叫他太太了。嗨，他今天已经绕过了。你们这是什么节目啊？苍天呐，大地呀！重新表达一遍，最后一次机会啊！今年6月1号，我的爱人和我领证了。我的爱人呢，对我非常的好，非常的照顾我。当我后来出车祸了，在身体上和肢体上都出现了障碍。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就是大家说我已经生死未卜了。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的女朋友一定会离开我，我的家人也说，你劝劝心容吧，她还有好的前程，你看你现在都这样了。但是我的女朋友每天都会给我一个微笑，她告诉我，震撼，加油，你一定行。最后呢，直至照顾我到康复。现在我的工作，我是一名高速公路收费员，也是我的女朋友给我报的名，鼓励我。当时我们一起复习资料，我们共同努力考上了高速，现在分到了一个单位。你小子好福气啊。是的，那么今天呢，我特想送给他一首歌，然后呢，通过我的努力得到一串项链，为他戴在他的胸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100秒计时开始。
花儿会开，阳光照进来，心儿长了翅膀飞了起来，飞到你胸怀。你的心思我明白，试着说出来，春天的味道四处飘散，太阳也升起来。爱上你这样的女人，给了你全部的温存。她的演唱的水平要提高，要加强，没错，节奏要稳一点。我会陪你到清晨，爱上你这样的女人。那无论唱的怎么样，但我相信她选的这首歌代表了她此刻的心声，唱给她的太太听。即使有一天你会离开我，我会陪你到永远。这一生，爱上你这样的女人，给了你全部的温存。尽管有点遗憾，你今天有点紧张，你唱的不太理想，但是我相信这首歌你是唱给自己爱人的，他听见了，加油，陈汉。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京城侗族大。歌队欢迎。不为生嘞，不为了名的财神，摆个金家干嘛，能快能快嘞，两两就相爱，还就没相爱呀，哎好听，真棒，歌声好美啊！你有没有觉得瞬间把你带到那个大山里面那种感觉？没错，每个人的音色都好，但互相还不抢。来，请自我介绍一下。我们都是侗族的，我们都是各个省份不同，但是我们都在北京工作和学习。因为在这个城市里面，大家都是家乡人，是都是侗族姑娘，是，所以聚在一起来把歌唱，所以你看这个好，还想听你们再唱山歌有没有？山歌有啊，要不这样，杨帆哥，咱们对个歌吧。对山歌。我们那边流行歌。我没好意思说情歌。我们有一个习俗叫行歌坐月，就是青年男女啊，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经常是坐在一个我们叫风雨桥，或者是鼓楼，你晚上我们坐这边，你们坐那边，然后一开始就是男孩子先唱。啊，我先唱。哎，对，来，杨帆哥先唱。我唱什么，你们都能对上，能。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难忍忘记你容颜。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为伴多哀叹，爱有两难，天涯且喜怒哀，当爱尽难。话家说我这个歌声多么有魅力，一个声出去之后，五个姑娘回我，我说不知道挑谁了。好，继续啊，有点像微信群发啊。把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为你担心？
作，你不像是那个山里的妹妹跟我唱，你怎么感觉像我妈跟我拉着我那手了？好害羞，我特别害羞。这不是唱了《知心爱人》吗？他翻译，我给他翻译一下，他意思就是哥哥呀，你要是喜欢我，你就跟着我走吧，你又不跟人走。哦，我以为我妈喊我回家吃饭呢，我以为我妈喊我回家吃饭呢。好，那咱们再换一首歌好不好？如果全世界我都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在这里，爱着你。你怎么这次没觉得她是你妈了呢？你就主动牵手了。来，掌声给姑娘们啊！谢谢，特别好。谢谢。嗯，所以我说我们中国人是很懂得浪漫的啊。其实江明老师，我们还有就是，虽然我们都怀揣着各自的梦想在北京，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把我们的侗族文化继续发扬光大，让大家所有的人都听到我们的侗族大歌。特别好，好的，我们都非常期待你们的表演，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请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谁是队长？我是。请接受我们的祝福。谢谢嘉明哥。谢谢。加油！掌声送给京城侗族大歌队。谢谢。谢谢。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刘冰倩。这位娘子，请仙女。这位仙女，请介绍一下自我。大家好，我叫牛冰倩，今年19岁，现在是中央戏剧学院大一的新生。谢谢。两位老师，你们俩能离我近点吗？我都
不是，你手上有兵器是吧？对，我手上兵器这是假的。据我所知，你小小年纪当时就已经是童星了。啊，童星不敢当，当时那些都是过去式了。很谦虚，嗯，谦虚是应该的嘛。小时候都取得过哪些成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小学的时候我参加过第六届全国小梅花金奖，对，然后那个是当时是只有5岁。金奖，你是小梅花奖的得主啊？对对。哦，真厉害啊！我今天之所以一身装扮过来，我就是希望能让大家就是对京剧有一些最简单的了解，就像我们的四大名派啊，然后就是梅上成群，就是我们一些京剧的一些基本常识。对，像我们这业余的，好像人家真听不出来太出来区别。梅上成群，我们先说上派。上派它在中后期的时候运用都是我们昆曲的一些元素作为一些唱腔的底蕴，比如说它的那个代表作《昭君出塞》，我给大家献唱几句。哎呀，爹娘啊，孩儿今日别了你，再不济或年或月或日或时，再难见我那爹娘啊。这是上派，对，这是上派，现在是程派啊，现在程派。然后程派，程老他的特点，程老先生的嗓子呢特别的浑厚，他所有的发声位置都是从那个后腔共鸣打出来的，而且他所有设定的人物都非常的大气，然后非常的忠贞。耳听得悲声惨，心中热道，古人为什么这样嚎啕？莫不是夫郎愁，男前女貌？莫不是强魂被压阵乱朝？对，好，那个荀派。因为荀派都是一些豆蔻年华的一些小小家碧玉的一些小姑娘，然后我希望两位老师能跟我模仿一些她的那些手势啊动作什么的啊。那由我们主持组的小家碧玉的杨帆来，我帮你拿。小家碧玉，人家是大青衣好不好？首先手势要指，指要弯一点，对，我这个用生命给它折出一种弧度。我这我听明白老师说，用生命给它折出一种弧度，不是咬它。对，然后跟我做。团，叉腰。啊，这是标志性的。老师来，我们认真正常的做一遍来。老师来，我们认真正常的做一遍来。我这不正常吗？我让你这么做来的。来。然后最后为大家就是隆重介绍一下，就是梅派。然后我今天为大家带来这把双剑呢，就是《霸王别姬》里边虞姬死之前为项羽献唱的一些身段，还有一些唱段。没错，京剧除了唱腔，我们还得看身段。是这个小梅花奖的得主吗？之前在你的表演的履历当中，你更多的是演主角呀，还是配角呀？我上到学校之后，我也是从最基础的龙套开始，我也会去跟别人打下手，然后跑跑龙套，然后呢演宫女，演兵什么，也是就是一句唱都没有。但是我觉得，你有兴趣演龙套已经是特别荣幸的事情了，因为龙套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演得出来的。对，尽管你是跑龙套要求高，但是你是最近距离的和这些大家你在学艺呀、啊、对不对？ 对， 对，准备好了吗？冰倩准备好了，来，请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明倩，请准备，黄金100秒计时开始。
掌声送给牛冰倩。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马潇潇，欢迎潇潇。嘉宾哥好，潇潇好，哥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潇潇，来自四川。我呢跟别的歌手不太一样，我唱的歌曲呢都是校歌。校歌？对。哦，那你在学校工作，你是一名老师。哦，不是，杨帆哥，你误会了。我说的校不是学校的校，是孝顺的孝，是一些关于孝道的歌曲。哦。那你会的歌很多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会唱孝道的歌曲吧？那我们可以比一下，看谁知道的多吗？好，那你先来。妈妈，我想对你说。话到嘴边有咽下，这信嘴拈来。世上只有妈妈好，这倒是大众歌曲。有妈的孩子像块宝，你如雪的新书包，有人歌曲。我的好妈妈下班回到家，劳动了一天多嘛辛苦啊，请喝一杯茶，让我亲亲你吧。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路边花。你该哭了，你把幼儿园记住的歌都唱完了。其实刚才你们这个对歌啊，我还挺感动的，因为你刚出于说你是唱这个孝顺的孝歌的时候，我脑子里还真有点空白。哎，我说什么歌算孝歌？结果你们一对完之后，发现其实我们流传的经典歌曲几乎都是大多数跟孝顺有关系。对，大多数都跟亲情和孝道有关系。但是这首歌，这些歌大家都会唱，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特殊的唱孝歌的歌手呢？因为我现在主要整体就是专门在做这个心情和孝道文化，我会有一些音乐的 MV 或者是微电影，甚至我们是大型的公益演出，会落地百城，各个城市都在走。我们希望用我们九零后的这种方式来坚持对传统孝道文化的一个传承。爸爸妈妈都应该很支持你的。特别支持，然后我爸爸妈妈特别喜欢你们，一说我要来黄金一百秒，提前都高兴得不得了。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我说妈妈我要上节目，然后妈妈特别开心。其实我也有个小心愿，不知道能不能在这舞台上实现。嘉宾哥，你说。我想现场能不能跟我妈妈视频，因为她很喜欢你们，我想你们给她打个招呼就好。好，没问题。好不好？阿姨你好，我是李佳明。杨帆老师好。听说您特别喜欢我李佳明是吗？我是山寨的。佳明哥哥，妈妈你开心吗？我特别开心，我在看到佳明老师和杨帆老师，特别开心。佳明哥就在旁边，你跟他打个招呼吧。阿姨你好。啊，佳明老师好。你好，祝您天天开心。你好，特别开心。妈妈一开心我就最幸福了。
跟那帅哥说几句。哥哥，阿姨你好，我是杨帆。杨帆，我不祝您天天开心，我祝您的女儿天天开心，我祝她一会儿登台挑战成功。好，谢谢你。妈妈，你幸不幸福？这一刻特别幸福，特别开心。妈妈，你幸福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对对对，妈妈，我爱你，我一定要为了你不断努力。好的，我也爱你。妈妈，再见。再见，谢谢你，阿姨，再见。再见。请稍后对我们的服务进行评价。祝您生活愉快，再见。今天让两位哥哥帮我完成了女儿对妈妈的一个心愿，我觉得我就成功了。别客气，这是一个小心愿，你还有大担当呢。谢谢哥哥，谢谢。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100秒计时开始。加油，谢谢大明，坚持自己的初心。妈妈的礼物一定会更开心，谢谢你们的惊喜。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无焊料焊接技术专利品牌梦君园独家冠名的黄金100秒。根据我们的规则，第一环节前三名选手马上会进入再战100秒。第三名董文文，第二名海宁，第一名古一。首先有请古一进入再战100秒。把从前想了一遍，无所谓当作成长，想做乐观的人，终于生听了都不能。我并不是天生爱寂寞，却比任何人都多，就算把世界给我，我还是一无所有。接下来有请海宁。Cantando tu canción, la soledad se adueña de toda emoción. Perdóname
Si el miedo robó mi ilusión, viniste a mí, no supe amar y solo queda esta canción.谢谢海宁，我们请准备，黄金100秒计时开始。同时我们请出前两位选手，在节目的最后时刻，让我们再次请上象征着我们栏目最高荣誉的黄金奖牌。本栏目所有奖品由无焊料焊接技术专利品牌梦金源黄金独家赞助，梦金源黄金金纯情更浓。现场的观众朋友，我们来进行今晚的最后一次支持票的投票。一号古一，二号海宁，三号董文文，谁是您今晚心中的黄金选手？请投票。本栏目所有奖品由无焊料焊接技术专利品牌梦金源黄金独家赞助，梦金源黄金金纯情更浓。现场观众决定将这枚奖牌赠予舞台上的最大的声音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光一刷亮，音乐有轰响，无数的心跳等你出场。